有人来？黄鸡鸡腿有人来无？大鸡腿啊，有人来无？双双杂。两百块。来咯。先买200块啦。对哦。一鸡又来了，两鸡啦，这三鸡200块啦，四鸡又来200块，你二两。两百就一鸡五十块呢。我好无得买啊，搁啥来？这支歌上来200块哩，大鸡鸡腿啊，200块，200块，200块去40块啊，无人来啊，无人，走好咧。哎，搁一车，搁想要一车有无？拢无想要一车包起起来，问看卖有人来无？包起来。这包面上卖来200块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来200块啦，两个人去无啊？阿伯搁先揣免钱。两个人去无啊，上四条，上四条，上五条，200块，哎，再坐去，坐啊无啊。那把你开。这是来200块。开，来我帮开。来，我来给我解释。来，飞机条。你啊，你诶，飞机诶是买外面。哈。对啊。飞机条。嗯。贵啊，上来。这样。哦。这贵哦，这是买100块。这飞机条想买花枝条。对哦，也是迄人咧煮咸酥鸡啦，一箍半斤啦，一箍半斤啦，飞机话好一斤偌济，一斤哦开二啊八，也是迄个煮较好啦，莫讲一斤开100块，一只鸡仔饼，你一只鸡仔煮起来哦，头一份啦，一份就100块，即系100块，开300块，即系300块，哎呀，有啥物食紧个咧？我问大姐，300块，两两盒，两盒来，两盒来，等于用煎的好食，两三号来300块，三号来300，你300块300块飞机条，先买300。直播都几点开始哦？每一场不一样。乌日的话大概5:30。上来300块就。高光山的话大概6:30，平常日大概6:30左右。哎呀，安尼两个给你，1500先买。唔免300，伊要5了。200块，来啦，来旁边来，200块，你你来做工课，你很认真啊！我很认真啊，他妈你动工动工，你在做啊？你在前面炒面，他妈的！你阿妈？300块，你来无？买300块。啥尾哦？4只哦，你300。4只300块。将4只，将5只300。哎呀，这尾够你啊，300块了。六七百，你来我讲，你来卡，卡吧卡吧。
买一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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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一箱
特米，拜拜。你手甲一继续是500。高一个一千，安尼。500哩，两百，下尾二零，四尾二零500哩，500，好无？我都搁想啊。你若一尾100，你有得买去跳起来卖我们？买三尾好无？300。来。个人要排仓无？白枪个人来无？面前个人来无？排仓排啊！来好了，无好问题，恁搁啥？搁一声。一块来200块，加来两盒，来300块，来多少？一片。来个白虾啦！你不是白头鱼，白虾啊，无人要吃过。还有人要吃鱼块无？来200。哎，私募一瓶够人来不？来呀，啊？好了，你也好了，来200块，来喽。几杯够不？准点了。准这边点。没有。哎，早晴。鱼皮没有刺。哎，最近两个150的，150，来一边来。这样鱼皮没了。哎，找不着哎，几块这么价？包一公斤的啦。一包一公斤，卖我一包卖偌济？一包卖180，2包卖300啦，300啦，200块了，200块了。这两包几块钱要吃？200迄边，我同你吃。啊，几块够人来袂？200块，这两包200块了，2包200块，几块？2包我来200，200块，200够人来无？无人来，无买100，你100块，100块，来。一块够了，买回来100块，你叫帮我测伤伊啦，你若无测伤哦，你无好笑，加一斤啊，摕一斤开100块，一斤开200块。过来相伊是哪会哪贵尔，袂哪会哪俗啦。啊，就相伊较紧，你叫帮我测伤袂晓，嘿，你哦真正的共款无去啊，真正就无去啊，深度共款100个，真个啦。啊，一个计啥？别讲这正常，我一尾台一尾要开60，一尾来要买啊，一尾公平开60，涨三尾，涨四尾要开偌济？开2.5、2.3、2.2。有想要吃啥？200块，200。来一下。200块。吓死人了！不会吓死人，真正要卖你300呢，谁敢骗呢？太多了嘛！不会啦，来啦，过来啦！要不要？我再拿一箱给你。一箱哦，那整个给我就好啦。我们也要一箱。
找盖子，盖子，盖子，我来盖子。应该是盖子。第二要。熊熊是谁？熊熊啊，一起熊熊。熊熊海波子啊，阿松啊，这得绰号，你不知道？伊即摆袂欢喜，你看他讲，你给我讲啊。你讲要搞桥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我小姐，你是？我你跟他喝呀？没关系的哦，都一样，反正就一箱，好不好？哎，五百块的。看一下桌面。哈哈哈！你想用刀子呀？我先来装。俊龙早，俊龙早。我跟你说了，再给你一些冰块，你就不会坏掉了。好，等我一下。这是刮冰糕的。把它变成冰块了。再给你一点冰块，不要。好，没关系啊。来，又来。来，安尼来，我要一箱。这飞机有人要吃无？飞机免少500，就400，来买300，我300块去。300块了，这台要来300，300块了，飞机先买，大飞机差了，无人买飞机啊，300块了，无人，哎，今天买过来了，300块了，300块盖300的，盖300，来掏进来，各位，香香，一年威，我爱你呀。300块还有嘞，搁要一箱，搁有人要飞机无？我找。阿妈。阿妈呀，飞机搁有人来无？无啊吼。阿妈，阿妈来100块嘞。来100块。好钱，还搁有人要蛤蟆无？炒蛤蟆、煮蛤蟆汤来100块，一大锅。来，一边过去。来，我帮你开。来。蛋姐找你啊，蛋姐等一下啊。准备两把，终于几分开。什么？哎，安尼无？无。哎，拍谁？但那个先拿钱，不好意思。因为阿松还年轻呐，比较会有情绪，等到他像我这样被磨到已经没情绪了，没脾气了。找你了吗？等到他像我这样子，每天在网络上被骂到已经没有情绪了，没有脾气就好了。拿回来，来这三黑啊，300块，300，来喽。Hello， 谢谢余桂芳。这个不要，不要。哎呦，你好喂。可以哦。地点早。先不了呀。现在，大锅。给。不要从家里吧。快，要背后的东西。
给我背后的哦、喔。阿松背后。一百那边上诶，一百块哦，这一百块块，这一百呢，干了八天都无到。一百你有无啦？我今年啦。啊啦！你要骑倒去？有没有鱼塘？没有。鱼塘今天没有。哎，什么鱼？鱼才一斤外，哦，你叫我问看卖，一斤啊，就一斤才百八，一斤百八才。哎，一人两尾，一人两尾了，一人两尾三，才几钱？一斤百八。一斤百八，四两尾哦，算起哦，我要抬开四百块，三五，三百五。两百了。今天还可以哦，今天还可以。快点快点！哎，这两百块现在两百块，两百块。我是跟你什么关系？我爱吃袂使。能吃袂？哎呀，你能吃什么？爱吃能吃的来买无嘛？哎，不吃的。大姐找你啊。对啊，吓到了吧？吓到了吧？你吓到了？你说哈，才二十岁，有些人第一次来看的啊，给身份证都看了。对对。红薯卖铁去。黑了黑了，弄起来弄起来，一两三四五六七，来个菜。你只要想到，你只要看一下你们家那个小孩，二十岁那个小孩目前是什么样子，就觉得他们很厉害。这位不对，五百人，要存一百块呢。哎呀，你钱收啊，全部。你能需要这位几位一百的两个？还加过去？去卡带老板娘。哎，各有人要吃软丝仔无？最后搁烧三个人去，五百块，五百。这软丝仔五百块唔敢吃，现捞的软丝仔呢？哎，倒去五百。各有人爱无？无啊，要死啊！啊，一个软丝仔才歹卖。来，我来搁要吃啥嘞？虾仁好无？要吃虾仁的无？炒饭、炒面、包水饺。这个要卖。啊，多少人？你买三百，你会买？会打。但是你无看。拄啊来吧。啊，拄来哦。拢互你三百，全部拢互你啦。对吧？三百块。啊，拢着要买。啊，因为去帮我找店，才卖了少。遐正常的，遐来有卖了七八包。啊，等了就等了就同款啊。炒面包水饺啥个？三百块，三百啥个？三百块的，三百块啦，多少对要不了？三百了啦，三百块，来啦，多了。一剩三。好。过来要吃了，炒饭、炒面包水饺、青菜，三百、三百、三百块啦，多少嘞？
哎呀，套套套套，套的就哎呀，我。